Hello， 他想静吗？他想求个静，想静不下来吗？海浪声，哈刺耳的海浪，然后就起来一下落下来，起来了，他觉得很受干扰，然后这就是他的修耳根源头最后成道的，就是最后他发现的声音是由他的心生出来的，就是这个声音本来无声，本来就是没有这个，就像所有的东西是由你的眼睛看见的，声音是由你的耳朵就心生出来的，闻性啊，闻性就是你的。就是你自己去分别了，所以才有动啊静啊动啊静啊噪音啊不噪音啊，然后而且这些东西是虚妄的，就是就根本就没有，是你分别它才有，你不分别它动静就不生，它就心就放下来，就进入不分别境界。其实所有的我们的人的认知，所有的经，你不管是有经验也罢没经验，其实你对问题的看法带着经验，你也是二元对立的看法，是吧？不是高的就是低的，动啊静啊善啊恶啊，是吧？够就是美啊丑啊等等，那么他这些东西当心不分别的时候，这些动静就不再生了。至于他的这个世界，他仍然是潮起潮落的，但是只是在你的心里边无相，这就是叫不生法相，就不再升起这个动静二相，这个就是一个修正的一个突破。一直他最后一直破到最后圆觉圆满，就是耳根圆通。老师，那我刚听了就觉得对那个突破意识很感兴趣，就是能让自己感觉就比如刚刚走来走去中就感觉意识不到了，就开始突破。对，那样就是先从专注开始，专注于一个声音。你看很多法门，就是佛法里面就是念佛号啊，数呼吸啊，观呼吸啊，观念头，甚至观动静二相，认为它不生我，是你的心在分别啊，然后心安住啊，不要动啊等等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先专注的。就像很多小法门都是先练你专注，因为我们太散乱了，先一般是先静下来，先专注一点，然后开始进入无分别。然后呢，无分别的时候，智慧就起了，叫慧观，就开始止观，一般就开始观看。你无分别的时候，你才能看到真相嘛。有分别，你就是带着你自我的东西在看，所以你会说我喜欢这个，我不喜欢那个。这些都是自我的语言了。可以做一做，练一练。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说一下子让你戒懂，所以一点也不修就让你一下子戒到真理，还得你自己练一会儿练啊，只是说一点儿不行，这点太开心了。也不是，也有些人说啊，听到一句经文或者什么突然就开启了智慧，就我也有，但是我们毕竟有一些染物，就是染物是什么，我们对很多东西已经执着了，比如说你认为这个花生是就是那样的，就是那样的，这就是执着。但是你能说不是那样的，那是啥样的你又不知道是啥样的，到最后你觉得既然所有的一切是我看见的，不是他有的，原来是我的眼睛出现错觉看见的，这太不可思议，所有的宇宙的发生啊，所有的一切，这样儿子不是你生的，是你看见的，你这个怎么讲是吧？因为你不是你才能理解这个，如果你执着是你怎么能理解这个事情？现在我们就出在什么呢？原来知道的就是明确的知道，我们知道的是错的，但对的是什么样又不知道，是啊，就现在到这个位置，然后也知道这个是假的，可是还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运作，它给你带来的各种觉受。对，也不是说假，是因为是为了让你寻找那个。如果不说假，你怎么寻找呢？说它假，其实是，就很多人会，这就冷眼睛啊！你看冷眼睛里面，阿南说。说老师你是这个佛你师尊你说这个是假的，我现在做啥是用这个假的，我那个真的啥用也没有，我哪能舍得丢这个假的，我把这个假的丢了，我连你听你说话也听不了了，你讲法我要是不可惜我也行，我无所谓，丢了的，但你讲法的时候我总得用这个假的来听吧，否则你看这太可惜，我拿什么听，就算假耳朵我也拿假的听，这就是不了解真的假的嘛，它是一体的嘛，
他以为丢了这个，他不丢，就说这个假的里边有圆满的你在这儿，空性就在这儿，就在这个假的里边，真假只是说佛在讲法的一个方便。嗯，你有圆满的空性，空性在你这一点没丢失过，佛性你下地狱它还跟着，你上天堂它还跟着，一直就在你这，只是你变圆变方，变成杯子，变成喜马拉雅山，它都一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。你说明天犯了罪，你下了地狱，他仍然跟着你啊，他也没有够染污，他不会染污的，染污的是你的幻境，知道吧？所以他不染污，他这个就是说用你自己不同道众生的那种就是所知啊，你的理解啊，地狱那些东西来去根据你的业力去发现这个世界，看到不同的体验经历，觉受不同的东西。就是我刚才说的啊，地狱道就是恶鬼，他会看见阳焰，你会看见水，他就会经历不同的东西，因为他的业报不一样。但是那个业报是什么？如果是安住在我们现在安住在第一地空性里真空的角度，因为我们是真空嘛，是吧？说的话，业报到底从哪来的？哦，但是你都安住在真空的角度去说嘛，安住不了，所以还是有业报的。是你在受嘛，你在受嘛，是不是破这个就不，我们有觉受嘛，就舍不得这个受嘛，而且在分别这个受也舍不得这个受，就要正。